哎，你个创啥吼？哎，叫他早藏起来吼，咱五家就是一个安尼的人，哦，足有义气的，足勇敢的，足有台湾心的，服务足好的，哦，这安尼的人选，咱一定爱，甲咱的朋友强力甲推荐，互伊当选。吼，上有台湾心的，咱上有台湾精神的。你只要讲你对今麦民意代表，你感觉讲，哎，为什么唔爱搁较搁较拼、搁较冲的、搁较干的，做较好的服务的？你若感觉讲有这种的缺憾，拜托你着支持五届，五届出来做，安尼还有一个比较，你还大概进步，吼，大概还安尼一直吼进取，还愈进步，还袂感觉讲吼民众想的，因还拢无做到，要上五届。咱还袂想到，伊就拢做到啦。咱希望伊做个，伊嘛拢做啊。吼，像安尼人选，咱年底咱一定爱全力来甲推荐，来甲支持，吼，伊会当顺利来当选咱北区的市议员。那咱现在，若是讲咱现场吼，也袂有咱时段，搁要起来发表意见的话，咱是毋是用咱上个真个普个声，咱先来请五个，喊咱讲几句话，大家先普个声来欢迎五个。